老顽童到处找的那卷经书，原来被你小子偷了。不是，不是啊，黄岛主，你听我解释。老顽童，东西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嗯，哎呀，我干嘛要乱说话呀？能，哈哈，这张人皮上刻的不就是九阴真经的下卷吗？难道不是你给我的？ 静儿，这是我从梅超风身上取来的，这把匕首是你爹留给你的遗物，一定要好好保存，不可再丢了。啊，郭兄弟，你就别再撒谎了。现在人证物证都在，你还有什么可抵赖的？不是的，黄岛主，您听我解释。住口！枉我这么看重你，差点把蓉儿许配给你。 你竟然敢戏弄我！你给我滚！黄岛主，老顽童，快把真经交给我！哎呦，你还要什么真经啊？这个傻小子不就在这儿吗？他不就是一本活着的九阴真经吗？啊！我要真经的原书。哦，原书，哼，看来。 这个真经不给你的话，我是离不开这个桃花岛了啊！好吧，这真经的上卷下卷都在这儿，不过要凭你自己的本事来拿哟。你有什么本事？你知道裱糊匠吗？啊！哎呦！ 竟敢戏弄我！你为什么还绑着双手？因为呀，我怕自己用九阴真经上的招数，我答应过师兄，打死不能用。少废话，快解开！不，打不打？我帮你解。好身法！嘿嘿，来呀，黄老邪！ 这不是金书上的蛇形离幡？嘿，你好！ 黄老邪，那我就用这只手再陪你玩吧。嗯，老顽童，你一只手是打不过他的。不行，说什么也不能对不起我师兄。来呀，那你就试一下吧。 不好玩，黄老邪呀，你信不信？如果我用两只手跟你打，你未必能赢我，你信不信？等我下次啊，真的把九阴真经里边的招数都忘了，再约你，咱们再打一次，好不好？一言为定。大哥，大哥。 天下伤药，只怕
无处我桃花岛，无常丹之用。嗯，黄老邪，你这还算有点良心。神清气爽，果然是灵丹妙药啊！不愧是黄老邪，黄药师。嗯，哎。 啊，这么好的宝贝要给了我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觉得心里头有什么愧疚啊？哎，我在你这桃花岛也15年了，现在是不是还要接着留我呀？从今以后，我这桃花岛任你自由来去，要走就走，我不留你。<笑>太好了，我现在就要走，赶紧给我备船。耀兄。 你有没有想好，令爱到底许配给谁呀？小女任性顽劣，还需要严加管教，婚配一事，日后再说。黄道主，贤侄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空手而归的。你喜欢我们桃花岛哪一门功夫，我必定尽心传授。 小侄素来对黄岛主的奇门五行之术甚感兴趣，恳求黄岛主不吝赐教。奇门五行乃是黄岛主最得意的绝学，可儿，你若参透了奇门五行之术，往后桃花岛上的这些技巧布置，不是都形同虚设了？哎呀，老都，你这激将之计使得不怎么样。就算我桃花岛是一座光秃秃的石山。 也未必有人能伤得了我黄某人。好，我就把桃花岛的总图借你研习。多谢黄岛主。冯兄，你和贤侄两人，不妨在我桃花岛再多住几天，让我一尽地主之谊。不了，我们还有要事在身。好，那我就不留你了。嗯，国靖。 你给我滚！我再也不想看到你。爹，滚！靖哥哥，哎呀，走就走嘛，那么凶干什么？这是黄老邪，靖哥哥，蓉儿，爹，哎。 去干嘛呀？师傅，靖哥哥说的都是真的，他真的不知道那是九阴真经。哎，靖儿的为人我心里是有数的。靖儿，你说你说老顽童那家伙怎么什么玩笑都敢开，弄不好出人命啊！师傅，你快想个办法吧，让老顽童说实话呀！老顽童是什么样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就喜欢玩，什么东西好玩他玩什么。现在正玩的兴头上，我现在让他说实话，那比撬开蚌壳还难。 你爹什么样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啊，那脾气又臭又硬，现在在气头上，我说什么他能听进去吗？弄不好反而会火上浇油的。这可怎么办啊？你别急呀，你给师傅点时间，对吧？我呢，我找个机会，我跟老顽童好好聊聊，我得把这结让他早晚给解开。至于静儿，让他受点罪，没事。 没准日后你爹还会加倍对他好呢，啊！小女和令贤侄未能成亲，这通溪地龙丸归还给冯兄。这是桃花岛总图，欧阳贤侄，你拿去好好研习。多谢黄岛主，耀兄。 你我就此别过，明年华山论剑再会。好。嗯，哎呀，梳梳头，洗洗脸，有灾有病也不嫌。你坐那条船，快给我滚！嗯，老顽童，上我的船吧，咱们一起走。嗯，我可不坐你的船。 我不上西渡的船，它船上有蛇，我最怕蛇了。<笑>
我可以跟我兄弟一起走。老顽童，我跟你一起走。太好了，有你在就好玩了。老顽童，你……哎，齐兄，你不在岛上多留些日子了，不行啊，想留也不行。7月15，天下的叫花子要在越州举行大会，苹果指派下一任丐帮的帮主。 我要不在，那帮叫花子不是群龙无首吗？那好，那我们改天再聚吧。哎，那艘船好漂亮，我要坐那艘船。那艘船坏了，还没修好。坏了？不会吧？你看，起着锃光瓦亮的，怎么会坏呢？那是一艘凶船，谁要是坐了，非病即灾。 他到底是凶船呀，还是坏船呀，黄老姐，你自己的话自己都没法说圆了。哎呦，我不管，反正我就要上那条船了。那就这样吧，我陪老顽童和静儿坐那艘船。哎，姚兄，老叫花子一辈子就是个苦命人，我倒要看看是我老叫花子的晦气重，还是那艘凶船的杀气重。还是老叫花够义气，上花船喽！齐兄，你真的要跟他一起走？哎，耀兄啊，你几次三番的关照老叫花子，我心中有数。这次就算是老叫花归天，我也念你够朋友。那我就不留你们了，姐夫。 臭小子，还不赶快上船离开桃花岛！往后你再敢登上桃花岛一步，别怪我无情。爹，靖哥哥真的是被冤枉的。你还为这小子说好话，跟我回去。靖哥哥，靖哥哥，靖哥哥，静儿。 看吧，你现在说什么做什么都没用。黄老邪的脾气我知道，回头找个机会再跟他说清楚。嗯，快过来！哎呀，别跑了，老顽童，你这上上下下的，你看出这艘船有什么古怪了吗？ 哎呀，哪有什么古怪呀？从甲板到船舱，我看了个一清二楚，到处涂的是锃光瓦亮的，而且酒肉食物充足，一点都不像有什么古怪。嘿，这个黄老邪呀，竟会骗人，不好玩不好玩。哎，我说郭兄弟，咦。 傻坐着干什么？还不找点乐子？你还找乐？就因为你找乐子，让黄老邪误会了静儿，把他们俩生生给拆散了。哎呀，我当时就是随口的那么扯几句嘛，谁想到黄老邪他就信以为真了。<笑>你还记得黄老邪听到那个话的时候脸色逐渐变青的样子？<笑>你就那么随口一说，你这货闯大了。哎呀！ 这个木鱼脑袋，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开始学的就是九阴真经。哼，反正现在是学会了啊。嘿嘿嘿，那可是天下武功的绝学呀，有多少人羡慕你都来不及呢。切，哎，现在是不是想忘都忘不了啊？啊，那你应该好好感谢我呀。啊，啊，谁要学九阴真经啊？嗯，又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害得我和蓉儿。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。嗯，那谁让你喜欢女人的？我这都是为你好啊！女人会坏事的，会坏事，会坏事，最耽误事儿。老顽童，你要是不跟耀兄解释清楚，我就去把银箍招来。我终于知道这条船为什么叫凶船了，因为你们对我都很凶。
哥儿，还想着你的蓉儿呢。叔叔，我原本想借着学武功的名头，在桃花岛多待几天，这样的话，就能跟蓉妹妹多亲近亲近了。哼哼，放心吧，你的蓉儿还没有嫁人，会有机会的。不过好歹，咱们拿到了桃花岛总督，这对日后您打败黄老邪大有好处。 也算不虚此行了。来人，哎，跟上前面那艘船。是。叔叔，为什么我们要跟着他们呀？九阴真经原书现在是毁了，而那艘船上有两个活的九阴真经。叔叔所言极是。 娘，爹爹真是糊涂，就因为老顽童胡说了几句话，他就把靖哥哥给赶跑了，而且再也不让靖哥哥来桃花岛了。娘，蓉儿好想出岛，去找靖哥哥，可是蓉儿如果真的走了，就剩下爹孤零零一个人。娘。 心愿，要把九阴真经烧给你，好让你的在天之灵知道，当年你苦思不得的经文到底写了什么。这15年来，我始终无计可施，直到今日，我终于完成了我的心愿。哎，九阴真经不是都毁了吗？ 爹怎么说完成心愿了呢？周伯通把真经的上下卷用掌力毁了，我本以为这辈子都不能完成心愿了，谁知道鬼使神差，他坚持要做我造来和你相会的那艘花船。和我娘相会，爹这话是什么意思？ 哎，来，哎，看看看看看看，黄老邪给咱们准备什么好吃的？哎，看看看看看看看，哎呦，这么多好吃的！哎呀，哎呦，看看看看看看，哎，怎么进水了？船怎么漏了？这快快上家门，快快进来，上来上来上来！哎呦！ 呦呦呦呦呦！哎，快快快，上来上来！老顽童把九阴真经背得滚瓜烂熟，姓郭的小子也背得一字不差。他们万万想不到，那艘花船的船底是用绳索胶缠固在一起。 驶入大海，势必倾覆。这二人沉入大海，就像焚烧了两部活真经一样。你在天之灵，可以安息了。只可怜老叫花，白白赔了命。爹，如果靖哥哥死了。 蓉儿也不活了，蓉儿。
这个黄老邪，他有什么招能把这个船能沉的？不会要知道就好了。不好啊，刚离开这个岛就给我放这么大的招啊！我还没玩过这么好玩的呢。竟是抓住点东西啊！我可先走了。师傅，那我们怎么办？还怎么办？我们也得跳啊，碰碰运气，抓着什么算什么。走，九二，一，二，不。师傅，您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老天保佑。哎，师傅，周大哥呢？老顽童，老顽童，周大哥，哎，周大哥，哎，周大哥！哎，过去兄弟，老叫花！周大哥，有鲨鱼！老顽童，快来，有鲨鱼，危险！哦，哎呦，快过来！走走，哎，你看这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哎，怎么这么多的鲨鱼呢？师傅，什么是鲨鱼啊？这什么是鲨鱼？你在大漠长大，你不知道这种鱼是会吃人的。啊！哎，我们要一不小心掉水里，就真的被鲨鱼给吃了。完了，看来我们今天要喂鲨鱼了。太好玩，太好玩了！我老顽童想过千千万万种死法，可唯独没想过被鲨鱼吃掉。这太好玩了啊！哎，老叫花，哎，郭兄弟，要不咱们打个赌好不好？看看谁先被鲨鱼吃掉，怎么样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要玩？那我问你，要是谁先被吃了，是赢还是输啊？当然是赢了。那我宁愿输，我不要赢。哎，师傅，周大哥，你们看，有艘大船在哪儿？哦，哎，大哥！老杜，这是你非要救我们呀，不是我们来求你的啊，所以别指望着我们要感谢你啊。那是自然，是我打扰了你们捕鲨鱼的雅兴，真是对不住啊。这倒是，正补得起劲儿，不过也避免了我们会喂到鲨鱼的嘴里啊。行了行了，两清了，谁也不欠谁的了啊，就这样了，就这样了。怕被鲨鱼吃了？那你的能耐也太稀松平常了吧。对我来说，100条、1000条鲨鱼也不在话下。老杜，你别吹牛了。你看那些鲨鱼，那都是要吃人的。哎，老杜，你有本事把这海里的鲨鱼通通杀死。你要真能做得到，我给你磕个头，叫你300声亲爷爷。那就算了。老顽童，我跟你打个赌怎么样？哦，打赌？哎，赌什么？赌我可以杀死这海里的鲨鱼，一条不剩。如果我赢了，你替我做一件难事，不得反悔；如果我输了，我替你做一件难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听着倒是挺好玩啊。哎，说吧。齐兄，麻烦你帮我做个见证，怎么样？作证倒是可以。
但是要是赢了的人说出的那件事，输了的人不愿意做或是做不到呢，那该怎么办？那就跳到海里去喂鲨鱼吧。一言为定。啊！一眨眼的功夫，鲨鱼全死了！都死了！哎呀，这老秃可真够毒的，还用的是一杀十，十杀百，百杀万呢。你看这一片片的白肚皮呀，哎呀，真够恶心的。哎，我说老秃，你就不怕东海龙王带着虾兵蟹将、巡海夜叉来找你报仇啊？要是东海龙王真的来了，那我会很高兴的，我会请他喝毒蛇酒。行了行了，打赌嘛，你赢了，说吧，让我干什么？不急不急，你们三位先到里面休息。哎呦，你就说吧，吞吞吐吐的，这是要憋死我呀。那好吧。洪世伯，郭兄弟，饭菜已经准备好，请二位更衣用膳。饭菜，走。你去。我来了，佳儿，吃。师傅，你先下去吧。老叫花看着你们这美貌姑娘吃不下去。行，两位请慢用。哎，慢用，慢用。师傅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不让我吃啊？小心有毒。有毒？啊，不会的，老毒好歹也是武学大师，不会有这么下三滥的手段。味儿不错，你尝尝。师傅，您说老杜找朱大哥干嘛？朱大哥会不会有危险？还能干嘛呀？九阴真经呗。那老杜天天想的就是九阴真经，危险是什么呀？那老顽童，你周大哥他又不是个傻人，能随随便便就让人欺负？不会，不会有事，你放心。吃。哎，我说老毒，你这又铺纸又研墨的，这到底要玩什么呀？啊，坐吧。老顽童啊，在桃花岛上，你把九阴真经背得滚瓜烂熟，来，默写出来，给我看看。哎呀，我说你没那么好心啊，能那么轻易的救了我？这九阴真经，乃武学圣典，博大精深，与其你烂在肚子里，还不如给我写下来，这样可以流传百世，发扬光大。周师伯，请吧。哎呀，少了这套虚头巴脑的，你那小肚鸡肠里想什么我还不知道。老顽童，打赌你已经输了，不能言而无信吧？哎，是打赌我输了。哎呀，我是输了，而且我说过，我答应你的，如果做不到，哼，就跳到这海里去喂鱼。老顽童说到做到。叔叔，怎么办？哎呀，饱了饱了！哎呀，酒足饭饱啊！静儿，你呢？我反正。
青儿，青儿，想蓉儿了。以后我遇见黄老邪的话，我会跟他讲明白的。啊，那就太好了，师傅。哎，你这大姑娘怎么就这么直愣愣的进来了？你得敲个门，万一老叫花没穿衣服怎么办？周老爷子让我替他传句话，请郭少侠去甲板，有事请教。师傅，我去看看周大哥。你去看看，我正好睡一觉，去吧。不对，老顽童怎么会叫静儿郭少侠呢？周大哥呢？你的周大哥恐怕已经死了。什么？我跟他打赌，他输了，我让他把九阴真经给我写出来，他呢宁死不肯。所以你就杀了周大哥？我没有杀他，是他自己立下誓言，如果打赌输了就兑现诺言，所以他跳海。周大哥，周大哥，周大哥，不要喊了，他现在恐怕已经葬身鱼腹了。你为了一本经书杀了周大哥，你的心肠比蛇蝎还毒。你尽管骂，骂完了以后跟我走。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回到船舱，把你知道的九阴真经都给我默写下来。你休想！义兄周大哥，我跟你仇深似海，你要杀便杀，少啰嗦。我倒要看看，是你的嘴巴硬，还是你的骨头硬？放开我！师父，库尔，齐兄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跟我徒儿那么亲热干嘛？还不许我跟他亲热亲热？把这个臭小子还给你！找你叔叔。可儿，没事吧？师父，周大哥被老动物给逼死了，他还逼我默写九阴真经。什么？老顽童死了？怎么死的？这个老动物说，周大哥跟他打赌输了，他不肯默写九阴真经，所以就跳海了，肯定是他逼的。老毒物，你为了不九阴真经至于逼死周伯通吗？王真人在天有灵也不会放过你，全真七子自会找你去算账，他们的天罡北斗阵你真的不怕吗？吉兄，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，你还是好好的管好你自己吧。欧阳锋，我绝对不会给你默写九阴真经的，你死了这条心吗？这边的风景还真不错。啊，是啊，师傅。哎，这比那狭小局促的船舱舒服多了。叔叔，怎么办？齐兄，我看你们能坚持多久？别搭理他。哎呀，好好在这看看。
靖哥哥，师父，你们到底在哪儿啊？叔叔，自从侄儿离开西域，好久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菜肴了。再配上这陈年的老酒，真是妙，妙极了。来，侄儿敬您一杯。好。有些人就没有这种口福喽。哎呀，静儿。啊。师傅，什么都不怕，什么严刑拷打，甚至连生死我都不在意。我最怕的就是，你看美食当前我看得见，但不让我吃，折磨死我了，比死痛苦100倍、1000倍，我受不了了。师傅，他们就是故意这样，就是想让我们下去。师傅，你要忍住啊。我忍不住了，师傅，你一定要忍住。我再忍，我肚子里的蚕虫都打了一整套的降龙十八掌了，我真的忍不住了。哎，算了，老毒物，我输了，你赢了。哎，我中了你的诡计了，快把那好吃好喝的都给我拿上来。师傅，徐公，那九阴真经呢？哎呀，九阴真经，你别啰嗦了，九阴真经你得让我们先吃饱了肚子才能给你写啊。那就下来吧。不，我下来都是蛇，你把蛇弄走了，我再下来。退下。静儿，咱们下去吧。啊，哎，上的还挺快，我再喝一杯。洪老前辈，郭少侠，请慢用。啊，慢用，慢用。哇。哎呀，哎，你怎么老拉着我呀？师傅，您真的不怕他们下毒啊？哎呀，不会的。静儿，你想想看，那老毒物做梦都想要九阴真经，靠谁呀？他得靠你写。他现在把你当亲爹供着，你说老毒物能毒害自己的亲爹吗？哎，来吧，快吃了。哎呀。师傅，您说真的要默写经文给他们呀？当然不要。啊？老毒物不是想要你给他写九阴真经吗？你给他写一个九阴假经送给他。九阴假经？这天底下除了你一个人知道真经写的什么，没人知道。你爱怎么写怎么写，谁能说你写对写错了？哦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平安脱身。而且也不会违背侠义之道。这回老毒物要上大当了。师傅，您真聪明。那当然，不过你要记住啊，老毒物毕竟是一代武学宗师，你在默写经文的时候，你得写的似是而非，真真假假。您放心，原来师傅您早就想好了，怪不得刚才答应了他们呢。Thank you.